锵锵三人行，孟美美来了啊！孟美美，给我们讲讲郭美美最近有什么事儿啊？不太清楚，我没上去关注她，不好意思，这应该全民关注的事情，我竟然没关注。没错，就听说孟美美不是，听说郭美美都关注徐子东了，是吧？昨天徐老师关于郭美美的这个言论呢、啊，赢得这个网友很多的这个好评啊。说人家是特工，咱不敢。而且呢，马上我听到了郭美美发微博了。说王军不是她的男朋友，男朋友呢是80后的，86年出生的，另有其人。但是呢，这个英明神武的某网友又说了，说公众不关心你的男朋友是谁，说这话多正气哈。我们关心你爱马仕的包是谁买的，不是是什么钱买的这个包啊？这要不是男朋友。又送一玛莎拉蒂，那更了不起，这成就是其他很多美女简直是望尘莫及了啊！我昨天跟好多姐妹们聊天，她们都不信呢，你知道吗？我说只有一个爱马仕是真的，她男朋友说的嘛，说其他的全是假的。我那些姐妹们说，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啊？我们在这只买一个真的嘛，其他女人总要有一个真，其他买 A 货有很好很贵的 A 货，你知道爱马仕的 A 货呀，也10000多呢。啊？就是好的，你干嘛看着我？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有人说嘛，谁不是富二代嘛？不就差个富嘛？谁买不起爱马仕？不就差10来万嘛？一个就10来万嘛？你知道吗？就是说，但是他们说不可能，他说肯定是，就是圆谎的嘛。说没那么些钱嘛。说怎么可能？光美你信吗？信他那个是不是真？只有一个是真的呀。嗯，我其实蛮相信的。哦，跟你一样是不可，光美不可能。我一个爱马仕也没有。重点是我一个爱马仕都没有。我不是抱怨。节目完了以后就会有了。不是抱怨，我也不是撇清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很欣赏那个包，但是我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怎么个好法。那满大街人这么拎，我也不想跟着满大街人那么拎，而且它很沉。那重点我为什么跟你讲我相信它可能真的只有一个真的，因为就我所知，我身边有蛮多人，他不是买不起，但是他就不愿意，他就觉得说我只要有一个镇山之宝，反正像我这样子的人走出去，我就算没人怀疑，没有人怀疑我。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真品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心里面的一个满足，一旦满足了之后，算了吧，什么都有人怀疑，红十字都有人怀疑，这个谁，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怀疑的，对吗？某个学者不是说嘛，上帝都可以怀疑。不能瞎说，上帝是要尊重别人的信仰。哎，吕丽萍和孙海英听说了吗？是有信仰的人，对吗？然后呢，今天节目一开头我就忘了，这个要先给大家播出一段呢，我们对陈丹青老师昨日深夜做的一个电话连线。这个上周咱们一块做的节目嘛，关于郭美美事件，咱也说了陈丹青老师的这个言论啊，引起了这个很激烈的这个反响啊，反响非常激烈。那么这个陈丹青老师一方面说要在南方周末上写文章回应嘛，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个电话的这个连线啊，跟大家的个沟通一下。那么而且陈丹青老师这个眼界呀，也不是只是注意郭美美这件事儿。我之所以放陈丹青老师这段话呀，是因为他帮我们引出了今天真正的话题。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陈老师矍铄的样子。就是今天我正在写关于我在郭美美事件上的发言，就是和网民的意见有错位啊，我就愿意面对网民的愤怒。因为第一，我回国那么胡说八道，就常有人批评我，这都是我就是我说话他也说话，再正常不过。我如果犯了众怒啊，我觉得我会面对这个愤怒，我不会躲开，我也不会辩解，所以我也不会沉默。就是我已经写了文章，我已经后天的南方周末自由谈可能会，我的题目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提玄复和红十字会。至于我为什么会选取文革，我可能会另外写一篇文章，因为我是文革的亲历者。啊，历史是细节构成的，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啊，我对今天的网络可能不太了解，可今天的愤怒的年轻人对文革可能也不太了解。啊，但我想这不是在辩解，我只是说
我为什么不提和为什么提这两面，我想分头做两篇文章。另外同时在发生另一件网络事件，而且也相当热烈，就是网民对李丽萍夫妇最近公开在博文上说同性恋是有罪的啊，有巨大的反响，而且国内大批年轻人包括著名演员宋丹丹也出来声援为同性恋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和郭美美的网民反应正好可以搁在一块儿谈，因为在郭美美事件的网民的反应上，我可能有误读，就是他们有种围观的心态啊，出于正义感，出于追究红十字会的一些疑点，可是在李丽萍这个事情上，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晰的一种理性姿态，就是这是他人的选择，你没有权利指责别人的选择。这个时候我真的会蛮乐观的，就是尽管我还是认为像微博网络这样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不能完全看作是一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或者进入一个民主状态，能够真的形成民意、公益，但是它真是很正面，不能忽视它，尤其不能放弃它，你比方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我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因为我不认为它只是一个同性恋问题，它是一个人权问题。所以那位记者问我，他你如果有博客，你会不会攻击李丽萍？我说我对郭文美事件我几乎都不愿意谈，没有兴趣。可是李丽萍说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攻击他，而且我会找非常重的话来攻击他，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说过这不是同性恋的问题，真的是个人权的问题。我有两个这个听后感哈，一个就是呢，我觉得对陈丹青老师有点不好意思，他确实啊，他没想聊这个郭美美，咱们都是拉郎配嘛，我说这是热点话题，是我非扯着他要谈一个他并不感兴趣的一个郭美美事件，引出这么一些个事态，但是这个讨论呢是有益的，最终结果我认为是有益的，是吧？另一个就是他说这个李丽萍了啊，李丽萍这个事儿呢，这个我看不光是这个陈丹青表示要谴责他，不是要用很重的话说啊，这个我的性学教练李银河博士也说了，这个驳斥李丽萍，你应该好好反省啊。当然，这个李丽萍好像我也打过照面是吧？这个蔡康永说，你仇视的同性恋并不是受伤不会痛的抽象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呀。你此生合作过的剧组，提携过你的媒体，看你戏给你讲的支持者，其中多少同志，这不是咱们那同志啊，其中多少同志对你善意成全，不管信什么教，他们是信什么我不太清楚，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你问谁？就是吕丽萍和孙海英。不晓得他们信什么，好像是这个啊，说不管信什么教，光从做人最根本的道理来说，鼓吹仇视这许多成全你的人可以吗？然后这记者又蜂拥找她老公嘛，找这个孙海英问哈，她怎么回应？孙海英第一句话说，谁是蔡康永？我不知道谁是蔡康永，因为听说就是孙海英也支持他太太，所以引发听说这个金马奖，金马奖是不是有传闻说不让吕丽萍去颁奖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呢？有这么严重啊？徐老师觉得对这事儿不必很严重是吗？那我们要捍卫吕丽萍的这个发言的权利了，对不对？他如果是信一个教，我不知道他信哪一个教，因为有很多教义啊，他是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他教徒的话，他表达这样的看法，这他应该也有他的自由吧？他是这样，需要全民围剿吗？所以说是微博嘛，微博转发一篇炮轰同志的文章，这个文章中是某个牧师以这个羞耻、罪人等词语描述同性恋，李丽萍是写下给力二字予以支持，并附上弟兄姐妹转起来的评论，
号召网友转发，就是轩然大波。我先问个常识问题，我这太无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的法律啊，允许同性恋吗？也没说不允许啊。合法吗？没说不合法呀。他的回答真的很有意思。是，我跟你讲、啊，肯定不允没有结婚吧？没有，那美国是有些州可以结婚，有些州是不能结婚，不承认你的两个男的去登记。目前中国的民政局，你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去登记，他应该不接受的吧？应该是还不接受，不接受的。领导让研究研究再说。所以法律上来讲，他还是不合法的。不是不合法，他只是不承认。合法跟不合法跟不承认是两件事。就是认同不认同同性恋婚姻是一回事，但是同性恋爱本身，这个没有。同性恋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词。在香港的他不讲同性恋的，他是用的是比方说你18岁以后可以有性，17岁吧好像可以有性行为，但是你的肛交就要到21岁以后才是合法。这是香港的法律啊。就他很清楚，他不是讲同性恋不同性恋，他是具体指这一个行为。那他光考虑了男尊女卑啊，所以很多考虑男同性恋的性满足，女同性恋没规定啊。他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条文谈到。所以香港先去下广告，徐老师，广美一肚子话说，他交往了一辈子的同性恋朋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广美这名模啊，他原来我可能是我的误会啊，我原来觉得在你身边转的那些帅哥都是同性恋。其实我想很多事，想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竟然要在就是当着这个电视机观众坐在这里讨论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性恋合不合法，被不被承认，是不是一件罪恶，是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真的想都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天发生？我这样子讲吧，我刚刚开始，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半辈子都跟很多的同性恋人、同志们，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对于同性恋好像又比较狭义一点。就是说我刚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围绕的，从幕前到幕后的、台前台后、台上台下的，很多很多都是同性恋者，有男有女。我觉得我这样子讲吧，当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情窦初开，当我看到一个男孩子，我忽然怦然心动，我小鹿乱撞，我满脸通红。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法律上写的说孟广美你要看到男生的时候你才能够脸红心跳，或者是说舆论告诉我说孟广美你必须要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你才要有感觉，我不是的，我只是遵循了我心里面最真实的感受，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有感觉了。如果她是个女的有感觉了，那也是一回事儿。那就是有感觉了。所以我相信，就像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好，你看啊，这个玩意儿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看看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就说是这个，今天我手机上还收一手机那个短信，说是校长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关于你的儿子啊，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我要通知你。那家长父亲说，那就先说坏消息吧。校长说，坏消息就是你儿子现在啊女性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父亲说，那好消息呢？说好消息啊，他现在是本校校花。哎，你看这是两种审美观呢，这两种价值观呢，在那边就是坏，在这边是一个可愉悦可审美的，你知道吗？这是两种审美观。所以我想看有一个那个美国达人秀，你知道吗？他们找了一段视频，一个男的，你可能看出一个男的跳那种钢管舞，评委当中啊俩美国人一个英国人，那一个英国人呢就打叉，那俩美国人就是还要就简直崩溃了，就看傻了。咱们来看一段，我看你们的反应。徐老师，您这文学教授，哎，你觉得这你能感受这是男性的美呢，还是女性的美呢？
这男人模仿女性。哦，你这么看？嗯，男人模仿女性的整个这个舞蹈动作啊什么，那个常打叉叉比较苛刻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评论员，现在他接替 Larry King， 拉里金呢？哎，做那个 CNN 的这个做了几十年的那个。那个脱口秀。他是出名尖刻，就是在那个那美国的是比较跟大众的那个趣味，他在美国一直被人批评嘛，结果受到重用最近。哎，你刚才说拉里金呢、啊？你刚才说的你的那番话呀，特别像拉里金采访过的一个人。拉里金说他开早年啊，也是对这个同性恋呢有一些隔阂吧。他说是有一个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话，就说你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你见到一个女孩子是吧？哎，你感到这种生理的反应冲动。他说我也一样啊，我见到一个男孩子。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的就是自然的，我的就是不自然的？所以这个话拉里金在传记里就写嘛，给他理解同性恋很大一个触动。我第一次意识到说原来同性恋这个身份会对我身边的人造成很大的震撼是来自于我母亲。因为我刚刚搬到香港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的一位室友他其实男的、哦、是男室友啊。你跟男的同事啊？我们就合租一个房子，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认一个 room 吗？我们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讲我们叫做姐妹情深。 OK， 我们是真的是姐妹情深。对我来讲两张床吗？是。那你们晚上睡觉脱衣服吗？你需要问他这么多细节吗？不，这是细肉啊。不是啊，有这么住的？很，就是你在你，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就是说其实你到那还有那种七八个人合住、哦、对对，七八个人可以啊，俩人啊。我们本来三个人的，后来有人搬出去了。你不是也跟什么歌辉他们曾经这个？我们那是一夜情啊，就一晚上。也没，别瞎说，都有老公的人。后来就是我常常跟我妈讲，我室友怎么样，我妈妈都不以为意。后来等到我妈妈见到她本尊的时候，我妈就是那种，然后完全就是没有办法遮掩她的恐惧跟那种，我妈就把我拉旁边去。你这么多天就跟他，你的那个朋友，你这么多年，就是你的朋友是，他就惊讶的都他，我妈妈都不知道找，都同性恋这三个字他都讲不出来，就是他的震撼是这么大，我才惊觉说 ，OK， 可能我认为正常理所当然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姐妹，但是在我母亲眼中，他就是个大男人，他就是个活生生的大男人。但是你叫他姐妹，实际上他是男人，对不对？是的。对，你看他还是用了一个称呼上就把他的性别改变了，你就不叫他兄弟，虽然他是个男人，你还叫他姐妹，你用这么一个，这叫掩耳盗铃。那不是鸵鸟政策。这个东西你打电话问他，他是我姐妹还是我兄弟，他一定会告诉你我是他姐妹。对啊，这个还是跟刚才一个形式啊，是就是男人模仿女人嘛，怎么很简单。那些姐妹们现在给我打电话也叫我豆姐姐啊，也没把我当男的。就是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咱们生活的这个圈子很不一样哈，你觉得中国人对同性恋不宽容吗？也许是李银河他们有过很多报告证明我们社会还有很多地方啊对同性恋不宽容，可老实讲我的生活圈子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啊。我没觉得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就我身边的朋友啊，因为中国人呢 who care， 说实在的他没什么天上宗教，他们没有那么多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他们那个教义的束缚。对，中国人，而中国人的这个教比其他人对这个东西没那么强调啊。他中国人大部分现在对同性恋的宽容是在陈丹青讲的人权的这个层面，就是说我不会做，我家里的亲人这么做我会不安，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应该允许它存在，你不要去反对人家。但是要这个事情发生到我的儿子了女儿了我周围的人了，或者要我自己做了，就像你说的那个性别转换，这个男人女相女人男相这个中间的转换，这只有相对比较少的人，尤其是艺术界时装界的人才相对真的比较接受。但是呢客观上我自己个人碰到的朋友呢，凡是
据说公开说或者是传说是男同性恋的朋友哈，都特别好，都特别帅，都特别有修养，特别优秀，都特别优秀，有才，都特别优秀。这个是我就搞不清楚的规则了。最近我去的是泰国，曼谷有条街 Boy Street， 整条街全部是秀男的酒吧，我开始以为是女人去玩的地方，后来发现错，一进去以后里边都是男的，上面一排排站着都是那个晒肌肉的这些啊，这个晒到后来是非常直接的哈，但是更让我关注的是下面的观众，那都是帅哥啊，那是真的都是帅哥，而且都是很有修养的，就不是那种只是长得漂亮的这种 boy， 不是，看得出他可能是什么董事长，可能什么总经理，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下面坐的一大排美女的全是男的。这个像上次咱们的那个朋友倚天，他不是纽约有些同性恋的那个姐妹吗？不是，就是朋友吗？有一个到我那个房间，然后说喝酒嘛，我给他们找酒喝，就倚天的那个老公是这个法国人，是 Mark 是吧，那个同性恋来了之后啊，就在我那个酒柜子里啊找杯子，他只找到一种杯子，你知道吗？要喝红酒吧哈，找杯子。后来这个 Mark 在旁边就跟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个单身男人的房间，这不是个 gay 的房间。就你知道他的这个同性恋的男，他可能就细腻到他对生活的要求跟男人不一样，细节啊，跟一般男人不一样，真的是另外一个境界，我觉得。而且呢，其实您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男人模仿女人，男人模仿女人，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像他那种是应该叫做。